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假使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给您续上一杯茶，我慢慢的说，您细细的品，听大禹。话说宋朝，除了咱们广播直播以外啊，我们还在喜马拉雅独家网络发布，各位呢可以登录喜马拉雅手机和电脑客户端，搜索大禹茶馆，选择收听。上期节目咱们说到哪儿啊？咱们说到重回仙乡，李后主中毒而死，杀伐决断，赵光义发兵北征。就这么着，公元979年，宋太平兴国四年元月，宋朝皇帝赵光义下令征讨北汉。他没有像柴荣或者他哥哥赵匡胤那样采取纯粹的军事行动，也就是说呢，他没有派出军队突然袭击北汉来达到最好的战术效果，而是先派出了太子中允张济，著作郎中啊，这个出使高丽啊，著作郎勾中正出使高丽，通报北宋的这个宋朝呢将北伐。那么这是在做什么呢？难道说那个时候的高丽特别强大，都到了能够威胁宋朝军队的程度了吗？所以开战之前还要先打个招呼吗？这是开玩笑啊。赵光义其实是在干嘛？敲山震虎啊。哎，他真正的目标是哪儿啊？是北汉啊。在别人眼里，契丹那是狼虫虎豹，契丹意味着死亡和掳掠，但是在赵光义的眼里呢，他只知道自己是一团在太阳下边熊熊燃烧的火焰。自己给自己起名赵炯嘛，他深信呢这个自己对得起这炯字，那就是何炯那个炯，何老师那个炯啊。只不过呢，这个时候他还远远没有意识到一个问题，就是人，这人有那么大的志气是不是个好事儿？但是历史证明，当时的契丹人真的是坐不住了。他们的国王派来了使者询问，说何名而伐汉也？注意啊，不是警告，就是询问。似乎他们也只敢问一个理由，像当年的耶律德光那样对中原的国君大呼小叫的日子已经过去的太久太久了。相反的，赵光义的回答呀，极其强悍有力。河东立命，所当问罪，若北朝不援，何曰如故？不然，唯有战耳。多强硬啊！这是自从唐代中叶以后，从来都没有出自过中原皇帝之口的上位式的话语了。当年说这契丹使者是愕然，接着呢就乖乖回去了。回顾历史，这时候的契丹对宋朝的态度至少是敬畏的。柴荣和赵匡胤给他们的震撼还没有过去，赵光义啊，自登基以来更是以一个超强者的姿态存在。辽史里是清楚的记载，叫赵炯自立，他自立为皇帝，哎。这个眼福四方，把国内所有的权柄都加在自己身上，这些都让契丹人深深的顾忌。他们尊重强者，一切的迹象都表明赵光义是一个比他哥哥赵匡胤还要强得多的强者。强者说过的每一句话都是算数的。契丹人的使者还在回家的路上，宋朝的军队已经杀进了北汉的国境了。最先冲进去的是云州观察使郭进。郭靖挥军急进，方向呢却偏离了北汉的都城太原很远，他奔向了太原城的东北方120里开外的石岭关，那里才是他的目的地。石岭关是并带云朔等四周的要冲之地，契丹人如果援助北汉，这里就是必经之路，而他们现在的实际差遣职位呢就是石岭关都部署，哎，任务呢就是把这道大门死死的摁住了，关上。任务重大，郭靖却一边跑路一边偷着乐，哎呦，潘美呀，曹汉呐，刘裕啊，你们这帮孙子，哎，老子给你们关门望风去，可你们到底谁去干什么了啊？都争出结果来了吗？怎么回事啊？事情是这样的，这年元月，赵光义不是下令命宋朝的宣徽南院使潘美为北路都招讨直之使，率领河阳节度使崔延进、张德节度使李汉桓，还有贵州观察使朝汉，还有这个张信节度使刘裕等四将啊，进攻北汉的都城太原。本来挺简单，计划呢是直接冲到太原城下，然后四面攻城。按照职位的分配呢，是崔延进攻东城，刘裕攻西城，哎，这李汉桓呢攻南城，剩下的北城是曹汉的。但是曹汉不干了，
他这职位不过是观察使，东西南北只配选最后边那个，可是他却对三位节度使一阵冷笑，然后他选定了刘裕，说你不行，把西城你得交给我。这就是曹翰的要求，话一出口举座皆惊，刘裕更是大怒啊！这是对他从头到脚的蔑视，你观察使，你来跟我节度使抢什么抢啊？再也没有比这更伤人的了，因为谁都知道太原的皇宫就在西城，相应的那里的防御体系也是最强的，上几次攻打的时候局面险恶，死的人远远超过其他三面，按理说的确应该派最强的人去攻打，而曹翰之强在当时的宋军是名列前茅，不说别的，你们屠过城吗？哎，曹翰屠过，对吧？但是刘裕在这事上不能让步啊，这不仅仅关系到事后功劳的大小，那是一个军人起码的尊严呢。宋朝的兵将至少在这个时候还是以作为一个强者为荣的。两不相让，最后赵光义出面，他担心将帅不和，但是呢更珍惜啊曹翰的骁勇，哎，请智勇无双，城西面废庆不能当也，哎，西城归了曹翰了。就是这样，宋朝的军队你别管是为了战胜之后的贪婪，还是军队里的好斗血性尚存，他们争着抢着杀进了北汉的国境。可是兵派出去了，剩下的还应该再做些什么？就坐这傻等吗？当然似乎就是等待了，就像当年赵匡胤一样坐镇国都，静等着前线传回来的捷报。但这时候赵光义又有了别的想法了，他反复思量两个选择，第一，他学他哥哥静静的等，事实上这也是最好也是最正常最合理的方法。你想想，他现在派出去的人都是他哥哥当年的得力部下，就是这些人在实际操作中为宋朝削平了后蜀、南汉、南唐等国家，事隔不过三年而已，他仍然可以相信他们的战斗力。只要说后勤保障充足，相信呢，无论怎样他们都会给他一差不多的这么一个结果。那么就这么办吗？就在这儿等着吗？赵光义啊，细如毫发的心灵里啊，分离必较。他清醒地认识到，不能这么样。很简单，坐镇国都静等胜利，那不是每一个国君都有资格享受的待遇。他的哥哥之所以能那样，是因为之前勇冠三军，把前半生都扔在部队里了，并且战无不胜，所以才得到了遥控指挥军队的权利。要不然，你想象一下当年的刘承佑，他为什么就不能指挥郭威的军队？还有为什么刚刚上任的柴荣会被部下公然背叛呢？赵光义知道自己此前从来没上过战场，没有任何的军功，军人们可以为了军饷和人质的威胁而服从他，但那是在平时，上了战场以后谁管那个呀？而赵光义绝不允许有任何事情脱出他的掌控范围，更何况在他的心目当中还有那个从来不曾告诉过别人，尤其是不能在这个时候告诉任何人的伟大计划，所以他只能选择第二种，什么呢？御驾亲征。其实这样做的理由也很充分，北汉人有多难缠，整个宋朝都知道。想当年神武英明的太祖皇帝都要亲征，你更何况是别人了。一想到这儿，赵光义这心跳就加速了，太祖皇帝都要亲征但仍然没有拿下，那么如果我拿下了北汉，我会成为什么呢？哎，目标多远大，但相应的过程就会加倍的凶险艰难。已经41岁的赵光义极其善于控制自己，他马上就平静了下来，提醒自己应该开工做事了。北伐的先头部队在元月出发，大宋皇帝赵光义在当年2月份亲率10万大军从开封启程，自降中军冲入北汉境内，铁甲铿锵，马鸣啸啸，庞大的军团向北方运动，行进在行列中的每一个战士，包括皇帝赵光义本人，他们都知道吗？能够想象吗？他们自己正在做着什么呀？在公元9世纪，作为世界中心的东亚，已经形成了近半个多世纪的格局，马上就要因为他们而发生剧烈的碰撞转化，千万年不断演化迁移的种族，千万年不断流血争抢的生存土地，就要再流进千百万人的鲜血来覆盖涂抹他们了。那是因为一个种族的长久期盼，还是仅仅因为一个人的梦想啊？郭靖率军直扑石岭关，在石岭关与引进使、汾州防御使田钦作啊，3000打6万那位英雄啊，会合了。两个人稍微合计了一下，办了一件坏事。什么坏事？
赵光义的中军呢正在行进当中呢，突然接到了前方的战报。什么战报？郭靖已经击破了北汉的西龙门寨，仅生擒的俘虏就抓了1000多个，没杀，全都送到皇帝的中军行营里，开门大吉，向全军献俘。哎，全军士气大振呐！前方郭靖却冲出了石岭关，继续向东北方急进，昼夜兼程140余里之后，到达了胡汉交界处的白马山。白马山在太原城东北260来里的地方，旁有木马水，山上有白马关，这是石岭关外围的战略要地。郭靖和田钦作分工，由田钦作呢在石岭关坚守，作为第二道屏障关隘，而他绝不要单纯的防御，他要前进到白马山，主动迎敌，歼敌于国门之外。很快的，他就遇到了他的敌人。契丹人是突然出现的，他们见到进至白马山，领军的人规格极高，竟然是契丹的南院宰相耶律沙。辽史记载，这一年呢，契丹人为了保住北汉这道南边的防线，先派出了南院宰相耶律沙为主帅，晋王耶律迪烈监军的庞大军团，紧跟着又命南院大王耶律斜轸率军接应，再令左牵牛卫大将军还有这个大同节度使耶律善卜呢为这个本路军的南援。三路大军呢层层推进，互为救援，唯恐有失啊。契丹人他怎么就这么的认真呢？他怎么就这么的小心，这么的重视呢？这次救援北汉的军队已经远远超越了当年阻止赵匡胤亲征北汉时契丹人的兵力，这样的谨慎已经带着浓重的恐惧意味了。这个事儿啊，得换位思考。北汉是宋朝北边的钉子，是阻止汉人夺取燕云十六州的障碍，而对于契丹人，北汉就是阻止宋军北伐的第一道防线，更加是绝对不容有失的。公元979年3月，北方苦寒，仍然是严冬。宋军负责阻击契丹援军的郭靖将军，在塞外白马山上与胡人野外相遇，两军相接，中间只隔了一条水流湍急的大涧。没有城池，没有援军，郭靖要向称雄野战近半个世纪之久的契丹铁骑挑战。来吧，就从这个时候开始，揭开了宋辽之间将近20年的连番的血战。两军相遇，郭靖突然稳定下来，先前的百里奔袭风卷残云一下子瞬间静止，他率军伫立在大涧的南边，面对对岸越聚越多的契丹士兵是不动声色。对岸的契丹人呢却不习惯等待，这不是契丹骑兵的传统，尤其是他们的监军晋王耶律迪烈。汉人的监军们往往遏制士兵们的战斗力，可是耶律迪烈的求战欲望啊，却比主帅耶律沙还要强。他不顾耶律沙的反对，命令立即进攻，并且率领自己的儿子耶律蛙哥亲自充当先锋。监军呢，代表着皇帝啊，契丹主帅耶律沙只能听令啊。就这样，白马山上短暂的寂静被突然打破了。契丹铁骑纵马跃入了深冬时节冰冷的山涧里边，向对岸的宋军冲去。铁蹄见水，钢刀出鞘，他们以为宋军会像以往的那些汉人军队一样向后退却，可是他们万万没有料到，他们仅仅才到达了山涧的中游，对岸的宋军就突然之间跃入了水中，像他们一样无视冰冷刺骨的寒水，是冲杀了过来。第一场血战爆发在山涧之中，郭靖以凌驾于契丹人之上的勇猛率部厮杀，混战的结果是契丹人在山涧中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惨败。监军耶律迪烈及其子蛙哥、主帅耶律沙的儿子耶律德里啊，还有这个其他的一些，比如说降稳唐帆呢，还有令稳都敏呢，五位上将当场战死。契丹人是溃不成军，蜂拥逃回北岸。郭靖趁势登岸，率军急追，继续冲向契丹人的中军。第一场血战就这样结束了，契丹人全线崩溃，主帅耶律沙对部队彻底失去了控制，只能夹杂在败兵里边向北逃命。但是郭靖呢紧追不舍，他用事实证明了自己从开始就没有打算过固守阻挡，他要的是把契丹人赶尽杀绝。就在这个时候，契丹人的第二路援军到了，这是契丹的南院大王耶律斜轸。
耶律斜轸瞬间就解读了战场上的形势，他做出了一个明智的选择，命令全军收手，放过耶律沙的败兵，然后万箭齐发，把宋军的攻势是遏制住，绝对不和杀红了眼彻底进入状态的郭靖短兵相接，争一时之胜负。这就是耶律斜轸的策略。司令官白马山之战就此结束，宋军是大获全胜，名为阻击，实为野战。隔天之后，战报传至大宋皇帝的行营，瞬间是全军欢呼啊！这一战，宋军阵斩契丹一万余人，援军变成了逃兵，而且一路北逃不停，直到撤回了契丹境内的幽州啊。公元979年4月，大宋皇帝赵光义御驾亲征至北汉太原城下，二月出发，四月到达，似乎慢了点，但这一路之上是捷报频传，赵光义的每一天都走在命运的巅峰时刻呀。他不断的遣兵派将，先头的这个潘梅等主攻部队都不算，他自己啊亲将的十万大军也不算，又征发河南的运、济、伯、地、泽、陆、淮、汝、华、国等诸州军队，以及河中的晋将慈、解、齐、德、曹、善、资、魏等诸州将士同赴太原。一时之间，整个中原的北部啊是战云密布，军事调动空前的密集。这一调动效果是相当的显著，一路行军是攻城拔寨，宋朝的军队跟潮水一样涌进了北汉的境内，所过之处所有州县是完全荡平。等到中军大营终于出现在太原城下的时候，所谓的北汉除了更北边的汾州之外，只剩下一座孤零零的都城太原了。但是无论如何，它是太原城，就算失去了契丹的援军，北汉人至少还拥有那条举世闻名、让柴荣和赵匡胤都抓狂的城墙。更何况最初时潘美等人犯了个大错，他们的动作还是不够快，在围城之前让一个人带兵先闯进了城里，这个人就是北汉天雄军节度使刘继业。又是他，潘梅等人互相看了一眼，那手心发痒啊，但也同时普遍性的脑子发木，身子发麻，不是怕他，而是太难缠了。果不其然，连续攻城两个月，就差像上次一样把汾河掘开放水灌城了，可是太原城墙就是死气活样，就挺在那儿，无论如何他就是不倒。哎，直到他们很没面子的迎来了皇帝。赵光义把自己的大帐设在了汾河的东岸边，从今日起巡视此城，抚慰将士。稍微休息之后，他写了一道诏书给刘继元，态度很亲切，内容很宽松，只要刘继元能投降什么都好说。可是诏书送到了城下，城上的北汉人却不拒绝也不传送，哎，充分体现了北汉这时候的迎敌精神，就是装聋作哑，非暴力不合作，意料之中。但是过场也就此走完了。第二天天还没亮，赵光义决定亲自上战场，他不顾大臣们的反对，穿上了盔甲，先到西城来看望曹汉。一见面，曹汉死的心都有了，当初他说了什么全宋朝人都知道，可他现在做到了吗？尤其是皇帝陛下没有半句的埋怨，只有慰问、鼓励甚至感谢。曹汉是面无表情出去，片刻之后太原城下沸腾了，宋军开始不计生死全力攻城。那么这一次宋军究竟是否能够一鼓而下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各位，你想跟大禹交流吗？你想跟大禹辩论吗？你想给大禹指出错误吗？你想骂那孙子吗？来微信吧，微信搜索订阅号大禹茶馆，哎，就能实现了。记住啊，禹是宇宙的禹。